宇哥，你的手臂是怎么受伤的？一开始以为就是破点皮，没想到是掉块肉啊，当时一定流了很多血吧，疼死了。哎，虽然已经好了，但是留下来了一个一眼就能看到的疤。一宝啊，以后能不能不受伤啊？妈很矫情，看不得你受伤生病，会心疼，知道吗宝贝？胃很疼，喝了也疼，嗯。我们聊几天就点亮了篝火。时光偷偷经过，像花瓣坠落，我曾干了很久路。